同嗰啲人，你祈祷就释放，你倾偈就释放。我话神啊，你真好，唔系呢个神咧，我唔知点从边度落手。真系神咧，睇到佢好大嘅能力，睇到佢圣灵喺呢度充满。我扶持咗几个啦，一个做扶持嘅，一个系。一個傳道人，總之幾個啦嚇，我唔記得，真係好感恩。當我同佢祈禱嗰時咧，佢真係幾個都大大聲喊出嚟，跟住我都掹住佢口啊，冇喊咁大聲啊，都唔得。今日神啊，好啦，有佢釋放啦。但我哋好感恩，其實我哋咧個個做到嘅，就很睇得很狠，睇得很狠付出，係咪真係真正係愛一個人？你真的想爱他的，你什么都不留，好像没了自己的。当我祈祷那时神，我一无所知，一无所能，我一无所有，全部你的。人家叫我祈祷，我就这样祈祷。当我这样祈祷，跟他一祈祷全部释放。我神你好伟大。当有时呢，我真的有时不行的，我就问姊妹，好好，真的团体的精神好好。我哋榮耀上帝，唔係榮耀自己。當我祈禱嗰時，牧師嗰度冇彈琴，冇乜嘢，但唱靈歌，禱告，做狗輔導，但我都學到好多嘢。真係要為到自己乜都做唔到，我幫到咧。總之咧。我一行埋，我要幫佢，要個愛心要愛佢咧。你諗到佢入邊嗰劑唔開心嘢咧，自己都要行啊。當我行，佢要行喎，即係兩個就行放鬆曬咯。但我都唔知點，總之係耶穌做嘢咯，神做嘢咯。嚇，我冇做乜嘢，總之係我每一個都行到出嚟，嗌我有個祈禱。即使牧師喺嗰度咧送貨，但好快，都唔使五分鐘。我一行同佢祈願到，我就拍快啲出嚟，跟住喺嗰度行就釋放咗噶啦。跟住姊妹咧就最後咧輔導佢啦，祝福佢啦，嚇、真係好好咯，特別的。咁我一路去觀察嘅時候咧，就服侍一啲嘅姊妹啦。頭先阿袁都有講其中一個姊妹，一個傳道人，佢喊得好犀利。但點解佢會喊咧？咁咧其實我唔係啦，原來佢即係冇咗兩個 B B。佢好傷心，好難過，好罪疚，好內疚。咁咧神咧特別俾咗一個恩典喎。咁啊，當阿袁咧帶咗去個房間嗰度咧為祈禱嘅時候咧，咁佢就出翻嚟啦，就由得佢自己喺間房度咧，等佢自己同神一齊啦。咁後屘我哋再翻入去，再即係睇下佢嘅情況係點咧。咁佢同我哋分享，佢話咧佢見到個小朋友。在耶穌的裏面，即係耶穌跟佢講話，個小朋友在佢手裏，佢好開心，佢喊。跟住我一路，佢跪咗喺個牀尾度，我都同佢一齊跪落。我一路就係咁樣撳住佢，咁我一路分享，我一路聆聽。喺聆聽裏面咧，神都俾到我睇到一個異象，我見到一個小朋友行咗去耶穌，耶穌坐喺張凳度嘅。走到耶穌那裡，耶穌打開隻手叫他過來，那個小朋友走過來，那個小朋友很小，穿著一件白色的衣服。那我就將這個看到的現象跟這個姊妹分享，她聽完之後她哭得很厲害，她那種哭不是傷心哭，是感動的，因為她看到的現象，因為她沒試過是這樣。我說神特別給了這個恩典，因為你牽掛了小朋友，神特別俾咗恩典你，讓你去得到安慰。同埋我話俾你聽，我亦都喺當中，我見到佢個小朋友行到耶穌前面，係耶穌就已經照顧緊你嘅兒女。你仲擔唔擔心？你覺得安慰嗎？一路喊著，我好安慰，我好放心。咁我又見到呢個觀望嘅姊妹咧，佢企喺度，咁我就
好近啦，就手咁啊為佢服侍。咁我一為佢服侍嘅時候咧，佢係被即時都被聖靈去充滿啦。咁佢同埋咧係神觸摸緊佢啦。咁我即係同佢祈禱完之後咧，我就即係問下佢咯，叫佢分享就係頭先同你祈禱嘅時候咧，你覺得點樣啊？有咩感受？跟住佢就分享啦，就話佢從來未試過即係同神咧，佢感覺係一種嘅能力喺佢裏面咧充滿住佢，同埋佢形容咧佢喺路嗰度飄緊咁樣。我話我問佢。咁你舒唔舒服？平平咯，佢話好平，好舒服。咁我再望下個樣咧，佢有啲眼淚流咗出嚟。我話耶穌係咪好真？咁佢跟住再同我分享就話，以前咧我諗耶穌係愛嘅，因為好多人同佢講，係啊神係愛，耶穌愛我嘅，耶穌係好佢，但佢就指住自己個頭，係喺頭腦裡面。但我真的感受不到，我真的沒有感受過那種的真正的愛和那種感覺親近。他說我真的感受到了，我說你感謝耶穌，是耶穌真的這樣，是很簡單很容易呢就可以親近。我說你試試回家操練，他在我門口都很開心。還有看到其他的姊妹呢，他被服侍的時候呢，我們輔導是什麼呢？就是他走埋嚟問一啲嘅問題嘅時候，其實我都唔知點答。佢問我啲問題，譬如佢問一個姊妹問一個問題，就話：我好想我個女同我一齊祈禱，我好想我個女同我一齊讀聖經，但我唔肯啊，我應該點做？通常人哋問嗰啲問題，我真係唔識得教佢。咁但係好奇妙，我心裏邊一路祈禱，我話聖靈應該點樣回應，點樣答我？咁後來就佢俾我咧就係話：問翻佢個女。即係嗰個成長嘅過程係點咯？咁我又一路去了解緊手咧，咁後來佢媽媽知道啦，佢個女兒已經大啦，已經咧佢要面對自己一啲嘅人生嘅新嘅路開始，因為佢啱啱結咗婚一年，佢亦都要同丈夫同埋奶奶嘅相處啦，好多嘢要適應。咁媽媽都要了解同埋要關心佢先，而即係祈禱嗰時候，如果個女唔想。就有佢，咁啊先從關心我着手，跟住神有啲説話，我唔記得咗啦，就同佢分享翻，係一個經文嚟嘅，但我而家唔記得咗啦。咁但係到最後，我睇到佢慢慢笑咗，同埋佢係個心咧係，我冇同佢按手祈禱，我哋大家坐喺張台度，佢感覺心咧係好似有個心咧個重擔好似放低咗，係嗰一刻。咁呢個係我哋喺個服侍過程其中一啲嘅片段。